你好，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采访你一下？什么？如果有时光倒流的机会，你最想回到哪个城市？不好意思，我车到了。让爱生出恨，可以帮你忘记曾经最在意的东西，甚至可以让2003年在《晴天》那首歌里还要翘课谈恋爱的周杰伦，在2018年改变主意，想要和喜欢的人一起考大学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周杰伦在2018年推出的最新单曲《等你下课》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。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，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我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。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，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。走。